工作就来看。这是什么？就像刚刚那样，把它的外面，你看，把它外面给绕。就画那个外面轮廓，宝宝，你看。就是扭，是有点扭扭的。Outline， 轮廓，对不啦？就把那个。这怎么感觉不像啊？这个名字，哎呀，老师画的什么东西都像。对啊，还没画好呢，还在画当中呢，是吗？对，你把它那个整个，把它弄出来之后，什么东西都像。对呀、啊。铁粉。哦，是一圈的。对呀、啊，它这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点，是吧？咱把这往后挪。那好漂亮！我得上色吧，应该。我你看，老师现在画的是花蕊，是不是啊？把花瓣画完，画花蕊是吧？对，花蕊上面还有一点。哎，要画这个是一朵，一会儿就把它颜色上上去，是吗？啊。轮廓画完了，你看看再画。那我，陈欣老师，我们画吗？你们回去画吧，这太冷了，今天。今天太冷了，你不要可以吗？画完了，咱们在外面玩行不行？对，你可以。现在我们就玩吧。还没画完呢，看完不能那个啥。看完不能一心二意。三心二意。看，你可以把它放大了。好好，三心。我帮你拿。三心二意不是一心二意。谢谢你。OK。看看老师，你们来学点东西再玩，好吧？轻而易也行。啊，轻而易也行。还有一点这个东西。啊？不是，你可以看妈妈手机。这是还没开花的吗？对。小花苞。小花苞，你可以放。所以别人看老师怎么画小花苞，你不要从手机里看，那样这样看更清楚，好吧？嗯。好可爱呀！它是分别老师画的，对不对？好可爱呀！可爱呀！我其实也是自己画的，就像两个小樱桃。嗯。就像两个小草莓。两个小樱桃，就像两个萝卜，啥叫萝卜呀？萝卜，萝卜，萝卜，